跟大家引进了一个头巾，因为他前天买这个头巾，我觉得很亮，然后阿姨今天买的这一整套都是这鞋，这一整套都是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早餐又是在buffet这边吃。buffet这边的出菜速度就是可以自己取用，觉得很方便，所以我们很常的都是来这边吃。妈，你觉得这个船怎么样？很舒服吗？吃起来很舒服。然后早餐的选择，其实早餐的选择就是这几天的buffet其实都是差不多这样子。然后我今天拿了蛋。它这个欧姆蛋还蛮多的，蛮多人会点。然后我拿了面包起司，然后妈妈是拿了薯饼啊、豆子、菜类之类的。然后还有热咖啡跟牛奶，这个是不用另外付费的。然后也是有另外付费的，像是 cappuccino 啊、latte 那种的，是要另外付费的。那我们今天是第七天，我们今天要去杜拜的世博馆，然后我们会是在2点下船。我们今天早上就是去拿出我们的护照，就拿房卡去换我们的护照了，因为今天要入境杜拜就需要护照了。然后一进来的这里有两个大大只的马，然后也是国王最喜欢的造型，非常的壮观。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城堡的图案。然后再接下来呢，这里就是因为情人节的关系，然后它这里都有爱心爱心的造型，非常多花花。六款，然后又穿了，很先进哎，那是不是这个？然后它这一个花园哈，它很大，然后导游跟我们说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可以走完，然后如果没有停下来拍照的话，一个半小时吧。世界第三个。然后我们现在走到花园中间这里，它后面啊还有一个飞机的展示的。然后它的飞机非常的大，比我们搭阿联酋那飞机还要大。然后现在这边啊是爱心的造型，然后导游跟我们说啊，它这边啊是会变换的，每次可能都会不一样的造型这样子。前面这里就有展示蓝色小精灵跟蓝色小精灵的家。
然后我们现在在花园里面啊，然后阿姨说这个都是草本植物，那为什么是草本植物呢？阿姨为什么这里都是草本植物？因为这种草本植物都是一年生的，而且它就是种了一次以后，等下个季节你再重新种，而且这个很容易活，它的繁殖力也很强，生命力啦，生命力算蛮强的。所以一年的话，如果说你有一个季节，你刚好要，比如这个时候你要办一个花季，就在差不多前一个月或者种就可以了。这边因为是沙漠地区啊，所以它这里啊要做一个花园是非常难的，要养植物是非常困难的。在这个花园走路都很香，一走过来都好香哦。从入口的左边这边进来啊，另外一区是阿拉丁神灯，然后还有芭蕾舞的女生造型，也超酷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坦克兰蒂斯酒店，然后就是在中途岛的上面，我们现在先进去看一下。这群人说要团购买杜拜的房子。你们全部都要团购买杜拜的房子啊、哦！这就是亚特兰提斯酒店，然后在它旁边呢，这里就是搭轻轨的地方，我们就是在这边搭轻轨。然后我们现在在等轻轨过来，然后只有四个站，一二三四五，总共只有五个站。然后饭店就是在那边，然后这样子绕棕榈树的外围一圈，大概三分钟的时间而已。然后我们在等轻轨的时候啊，就看到他们这个亚特兰提斯饭店的设施在这里，超多的，有飘飘河，然后有一些山上凉的地方，有滑水道，这里还看得到帆船酒店。然后在飘飘河的旁边这里啊，有这一栋呢，就是也是亚特兰提斯的游乐设施，然后另外这一栋呢，也是亚特兰提斯的酒店，新的。所以他们这一栋跟刚刚那一栋呢，是可以共用这个飘飘河啊、水上活动啊，还有这些的设施。然后我们这几天呢，就是停靠在杜拜的港边这样子，然后还是住在游轮上。然后我们停靠这里，就是后面就是棕榈岛，然后这里就是棕榈岛的一圈，然后它的叶子可以看得出来，它的棕榈树的叶子是这样子。然后今天很难得的在沙漠这边要下一整天的雨，上次下雨呢就淹水了，因为在杜拜啊，它是在沙漠这里，它没有做排水系统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可能会有淹水哦。下雨咯，杜拜难得的下雨。等第二天天气放晴，太阳出来，斑斑把它给它晒干掉。然后前面的这个黄黄的这个框框的话呢，就是杜拜画框。这个的话呢，也是杜拜的一个地标建筑嘛。难得的下雨，大家都在开始穿雨衣了，大家都在穿雨衣，怎么那么可爱？难得的下雨，下大雨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第一站来到这个杜拜的老城区，然后我们今天本来还会有几个行程，因为下大雨，有一些行程会被取消掉。
因为在杜拜这里啊，它一下大雨就是非常大的灾害。因为他们这里公家部门就已经休息了，对，就挺关注，它有点像台风啊，或者是大地震那一种的大灾害这样。因为他们这里的排水系统都没有做得很好，因为他们这里一年下雨就有四次，我们就遇到其中一次哦，一次哦，难得。它这里就是他们老城区的入口喽。然后它这边呢是一个市场，然后它有卖一些香料啊，一些他们对当地的客，像是椰枣啊什么的。下雨还在逛，下雨硬要逛。然后这个入口啊，就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黄金树，好看，很大好。水哦，我们现在在这个黄金市集里面，然后这里今天都淹水了，难得下雨，这地上全部都湿湿的。可是因为我真的跟戒指的经验，现在这么变了。我们的中餐来吃这个中餐馆，大家很怀念 Chinese food， 大家觉得很久没有吃到亚洲餐，好，那今天虽然下雨了呢，可是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帆船酒店，就在这里，在杜拜这里非常知名，大家都知道的帆船酒店。然后我现在踩在这个沙滩上，还蛮舒服的。然后它在旁边呢，就是一个新盖的饭店，然后它现在还没有开始营业，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厉害。我们现在要走去看帆船饭店的路上，我们在沙漠中下大雨。这里呢是在路边的这些花草盆栽这种的植栽，它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做浇水的。这里它都是用滴露的方式来浇水，今天是刚好有遇到大水，要不然平常他们都是每天都有在滴。游轮上啊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摩天轮，然后听说可以有1000多人都可以同时坐在上面，可是它现在已经没有运作了，之前是有运作的。然后在我们停留的港边这里啊，就有非常多的世界之最的建筑，太狂了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是我们在游轮上住的最后一个晚上，然后门上呢就会卡着一张这种行李条的纸，然后我们今天把行李打包好之后呢，然后把这个行李挂上去，然后晚上呢放到外面去，明天早上会有人来帮我们拿行李到外面去。他们这边啊，因为是沙漠地区，所以非常少下雨，一年呢只有下4次的雨，通常呢一次下雨只有1个小时，然后今天呢是雨季会下雨一整天，然后其实也是下到大概2-3点的时间了，然后其实都是已经淹水了。因为他们沙漠地区这边啊，因为太少下雨，所以他们的排水系统没有做得那么好，所以就常常会觉得哎下雨啦，就会很容易淹水，就觉得大家其实都是蛮兴奋的，因为他们都很少遇到下雨，然后我们也觉得很特别，居然让我们给遇到了，然后大家也都很开心的玩。虽然有几个景点呢就没有办法进去了，因为他们只要一下雨，他们就会像是我们那边台风一样，就会停班停课，所以像是博物馆啊或者是一些景点啊都是没有开门的，但是我们也是玩得很开心，觉得很特别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是在杜拜的最后一天，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就会去机场，然后搭飞机回台湾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第一站先来到这个世界博览会这边参观。然后它这个是本来2019年要开幕，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它就延后到2021年开幕。然后它之前有在这边办博览会，然后现在就是给大家做参观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今天呢晚上还会再去一个在杜拜这边最大的 mall 去逛街，然后还会去黄金的相框那边看拍拍照，然后就结束这一次的行程。然后它这边有就有展示各国的展示，像这个就是芬兰的，然后前面呢也有别的国家的，然后像后面这里呢，你看就有像丹麦的展馆，然后有澳洲的展馆这样子。那澳洲的展馆呢，它这里就是有像无尾熊、黄金海岸这里的一些景点，然后它这个设置成是一个冲浪板的造型。下一站呢，来到它这个黄金相框这里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排队等着搭电梯上去。外貌的旁边这一栋啊，就是全世界最高的大楼哈利法塔。然后我们来到 mall 的里面啊，它这里就有呆手，就是它这个啊就有卖很多伴手礼的东西，像这个我们有买啊，它也是比我们买的还要便宜。在这个 mall 里面啊，全部什么知名想得到或想不到的品牌都有，因为它这里的品牌实在是非常多，然后精品也是非常多。然后在杜拜这里啊，最著名的大家说要必买的东西有一个是这个巧克力 Hatchy， 然后我们就去买买看来吃这一间 Hatchy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里试吃巧克力，他给我一整颗。好，那我们买了一些巧克力，很少吃巧克力，但是大家都买了，我们就买了。
最后一个晚餐。哎呀妈，姑婆。那我们现在在mall的旁边，然后它这个每半小时会有水舞的表演，然后搭配着这个世界最高的大楼，然后这里是人山人海。就把我们送来机场，一阵混乱，又再整理一次行李之后，我们现在最后一个景点就是杜拜机场。这个机场超级大的，而且非常多的东西逛，也很多东西吃。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去 gate， 然后我们从我们 check in 的地方走到 gate， 大概要走半个小时，真的很多东西逛。然后在这里啊，如果有什么东西没有买到的，想买没有买到的，在这里也都可以买。游轮旅游呢，总共是10天。那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玩的，就是我第一次坐游轮，是觉得蛮好玩，然后也蛮轻松的，蛮 relax。然后杜拜这个城市就是让我觉得很先进、很厉害这样。然后问一下妈妈跟大姨的感觉，这趟旅游你觉得怎么样？因为我觉得这趟旅游，因为对我们这些年纪年长的人，我觉得是蛮好的。而且最主要这一次是旅行团有安排陆地的那个旅游，也蛮好的。还有让我也重新又认识什么叫阿拉伯王国，那这个国家确实是蛮先进的，蛮不错的，很棒。妈妈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呢，这个城市吼，就像他们讲的，像未来，展望未来这样子，非常的棒。下次有机会可以再来。我自己也觉得杜拜、阿布达比，然后卡达可以再来，蛮好玩的。对，对，还可以再来。对，而且它一直在进步，我想每一年来应该都会有不同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要等一下搭机回台湾喽。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